有带那个吗？对呀，哎，红烧哥，就这样子跟维座上去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很早起床到这边，大家都在准备他们的给息。我就是属于一个上次就是在玩他的板玩过一次的人，然后今天就要跟他们来出海 sub 一下。我希望我不要太爱上这个运动，这样以后会很麻烦。的那个，这个不是 sunset， 这是 sunrise。你第一次搭帆船日出？对，有没有人要吃寿司了？如果你们自己饿的话，要吗？现在怕吃进去，等一下就出来了。后面等一下就，后面等一下就，等一下就。今天海况算超平，所以今天很平啊。今天人品很好，今天人品很好，真的。昨天出去还出，昨天出去还是微晃哦。今天好像一点起伏都没有。嗨。很期待啊，待会就是去在板上的一个活动，我很怕太爱这个活动哦，我要克制我自己不要太爱，不然就会常跑来。我的桥可以借你，我就是怕这件事情啊，就开过来。你们两个不要去转头拍，谁要载我？好啊，弟弟拜托嘛，你最好。你一只手捏鼻子就跳，加油！啊、放手那颗好难哦。好，加油！一、二、三。
游，慢慢游，跳下去累，慢慢游过来。邀请我来台湾，真的超级漂亮，有好多地方可以玩耍。今天听说我们非常的 lucky， 因为我们的今天的牛奶海非常的牛奶，就是非常的白，比昨天跟前天都还白。So we are very lucky， 有机会的话来看看咯，真的很美丽。记得带什么东西来，要把垃圾带走。然后我今天挑战了我人生第一次的跳水，很紧张，但是真的好像跳了很多次之后就上瘾了。 Anyway， 今天有很多的第一次， I'm so excited， I'm so happy for myself， 开心。谢谢啊，不会。